哪里的房价在可负担范围？2023年第一季，请问哪里的房价是可合理负担的？是 A。感觉起来身边的朋友好像比较不会想要去买基隆的房子。他选择的原因是不是我身边没有朋友去买基隆的房子，所以那边房价应该是比较便宜。我也没有朋友去买信义区的房子啊，太贵啊，你怎么不讲？晚间6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